小秋呢？没跟你一起啊？他呀，谈恋爱呢，现在已经回来了，跟她男朋友两个人去超市买点菜，说她男朋友做菜特好吃，也不知道长什么样。哦，好像今天一早我出门的时候我见到了。安姐姐，长得怎么样？莹莹说是个大帅哥呢。帅哥？来了。曲潇潇，你可真够花痴的。 是啊，这一说帅哥马上就醒了。那个男孩也就是一个非常斯文的男孩，谈不上很帅吧。不过，专门针对动物的一项研究表明，大脑零号神经发出的脉搏可以直接影响人类对外界环境的感知。它发送到视网膜的纤维会直接改变视觉信息的处理方式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呀？ 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是有科学依据的。行了，不讨论这个了。哎，好了，可以蒸了。锅呢？你看这两个哪个合适？这么大点儿啊？能蒸得下这么多吗？真香行吗？我这有个真香，但我从来都没用过。来，你看，说明书。现在都这么先进呢？太高级了。 搞得定吗？是，姐是干嘛的？姐是专治各种疑难杂症，怎么可能搞？其实我是85年的，应该比你大一岁。不过在22楼，你还是大姐。你可真有意思，叫了我这么多天姐呀，以后不许叫我姐了啊！到了咱们这个年龄，大一岁小一岁已经上升到了原则性的问题，千万不能马虎。安迪姐姐。 以后叫我樊小妹，谢谢。OK。樊小妹，看懂了吗？安迪姐，你的 Facebook 上有人找你，好像叫什么起点。起点呐。 我是学文科的，不太懂啊。这起点是什么意思啊？听起来挺神秘的。我也不知道，要不我搜狗一下。搜。起点是时空中的一点，是大爆炸宇宙论所追溯的宇宙演化的起点。它具有一系列奇异的性质。 无限大的物质密度，无限大的压力，无限弯曲的时空等，它既存在，也不存在，一切现有理论在该处失效。完了。嗯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终于连上线了，填字图填的怎么样了？ 还没开始，吃饭没有？还没。要不提前请你出来吃饭，喜欢吃什么？说个地方。我三个朋友在，不出来吃饭。吃个饭而已，感觉你回国后似乎在逃避我，不愿意见面。没有，真有朋友在。 准备吃大闸蟹呢。我只是随口问问，别放心上。知道了，谢谢。我是装着很随意，否则很没面子了。不知为何。 此刻对着电脑上由电流组成的冰冷的话语，安迪心中却升起一股暖意。屋里，曲潇潇还在呼呼大睡，樊胜美与关雎尔说笑着，看着他们，安迪只觉得有烟火气缕缕升起，世界顿时变得温柔多姿。哎，你这些邻居我一个都不认识。 咱们就这么直接去合适吗？
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他们人都特别好。关雎尔比我小一岁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樊姐是一家外企的 HR， 但是是个大美女。曲潇潇他们家特别有钱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住这儿。还有一个安迪，是一家大公司的首席财务官，但是人特别好，没有架子。反正你一会儿见了，你就都知道他们。都挺厉害啊。到了。啊，这个。那个，介绍一下，小白，我男朋友。你好。啊，这是樊姐。哎，你好。关雎尔。哎。安迪。你好。曲潇潇呢？那儿呢？不是吧？这样都能睡着，真是服了他了。是呀，不但能睡着，还睡得香着呢。我刚才叫他半天，他都不理我。我听邱莹莹说你要做饭啊。这初次见面就让你下厨，真是不好意思。那个螃蟹我已经蒸上了，那剩下的活就交给您。没问题，正好我们也买了不少菜，那我现在就动手。会做菜的男人都是好男人。小蚯蚓，你帮忙啊。放心吧，就等着吃吧。那我也去帮忙。哎，帮什么倒忙？照我看呀，这个小白还真不……安迪。啊，围裙在哪儿啊？第一个抽屉里。哦，还什么帅哥呢？就像你说的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你吃人家的还说人家，不好吧？我是求是好吗？其实这个白主管长得还可以。可以什么？就是这莹莹呢，天天在我俩面前念叨，我俩都以为是什么超级大帅哥呢，所以我俩现在心里有点落差。嗯，落差挺大的。我看要不还是把曲潇潇叫起来吧，她这姿势太难看了。我去吧。哎，白帅哥来了。帅哥，人呢？这么有效果。厨房那个就是把邱莹莹迷得七荤八素的白帅哥呀。什么眼光呀！声音小一点，人家听得到。那我还用帮你做什么吗？你把这葱包了。好，把这个包了。包了。不过他帅不帅这种问题，本来也是很主观的。那也不能主观成这样吧？邱莹莹粘他粘的跟什么似的，可我看他的眼神啊，从来就没有在邱莹莹身上。你注意他眼神吗？滴溜溜四处乱看。连小关都不放过，是吗？十有八九啊，猥琐男一个。哎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，你别乱说话啊，光吃螃蟹就行了。嗯。开饭啦，大闸蟹来了。大闸蟹来了。小心烫。哇，这些都是大厨做的吗？是的，小秋啊，你果然是好眼光啊！白大厨不光是人长得帅，做饭也是一流的，我太崇拜他了。嗯，小关，你来，帮我跟大厨合影一张。哦，好。哎，哎，小白，行了行了，甭干了，赶紧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大家都饿着肚子呢。来来来来，坐啊。好，坐坐这。自己来，自己来。来，同志们，把杯端起来。先谢谢安迪姐姐给咱们提供场地，也要谢谢小白给我们做了这么多好吃的。今天最辛苦的就是小白了。来，我们举起酒杯，敬大厨一杯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来，吃吧。谢谢。皮蛋拌豆腐呀，我最喜欢吃皮蛋拌豆腐了。
太好吃了。邱莹莹，你哪儿找这么好男朋友啊？以后你要是想吃什么好吃的，可以随时让他做。我都快嫉妒死你了。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吃他给我做的饭。真的？那我真是太荣幸了。小白，这杯酒我单独敬你。要是没有你啊，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要拿大闸蟹怎么办呢。这大闸蟹是我做的。那我也敬你。你不要喝完哦，否则是不给我面子。其实不用这么客气，这么多美女在，能帮上忙，我挺高兴的。吃啊！吃啊！走了，要不然地铁赶不上了。快，我们先走了啊！小光，我的包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这就走了？再吃会儿。谢谢。来，你的。我们走了啊！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回来时候小心点。这个白主管啊，我往他口袋里放张纸条。保证他明晚，不，今晚就贼打包天的给我打电话了。他是小秋的男朋友，你这样做很过分。我替小秋考验他男朋友有什么不对的呀？你是在验证自己的个人魅力吧？小心引火烧身，小秋不一定会领你的情。有句老话怎么说？爱情是盲目的。早知道真相早好，不信呀，咱们走着瞧。谢谢恩弟提供厨房了，我回屋趁睡前还能再背几个单词去。拜拜。你们说小白会上套吗？我认为白主管不会给他打电话。小关你呢？我也认为白主管不会给他打电话。